然后还有一个客人来加完油啊，收完钱找完钱给你发票，没事的嘛，加完油可以走了嘛，对不对？结果他就一直站在那边，结果他之后竟然走进了那个什么我们办公室营业处里面，然后去找站长投诉。你知道投诉什么吗？那些加油员没有礼貌啊，我加完油之后他们都不理我。不理你不是你发票也拿了，油也加了，钱也找你了，我要跟你谈论什么啊？人生规划莫名其妙。